我是东北四分之一，然后我拢平吧，我唔知影个，一只肩后边买水啊。我若去黄昏市场买，我拢肩后边，哎呀，阿问讲你要跑去哪？我拢讲我要后边，后边注意啦。哦，但是我已经开始去了。所以我唔知伊去买我。系啊，我嘛食久。但是我知影，鸡四分之一后面的那一个的话，好像要现在好像要170要左右。就是它一只鸡如果剁成四等的话，对，所以你想，鸡都要170了，也不用了，对啊。然后我唔知当时，啥物日子。咱足侪人拜拜，阿弥陀佛，拢恭敬拢不老的，靠你公庙啊，正义啊，正义，系啊，包括什么很多，靠你公庙啊，足侪人就是人是正义，人是正义就是正人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他是因为拜拜啊，还是怎样？什么都，我想吃的东西就是突然都没了，阿弥陀佛，我全都贼啊，什么啊？哦，对，他问那家的家的那个汤饭钱，那个鸭杂饭这样子。Okay.然后我进去买呀、啊，我就在外面看价钱，啊，还需要260哦，买呀、啊！啊，我前面那个先生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，他是买那个一压二次的，对呀、啊，那个一压二次看起来就有点差，有点那个啊，我就吓坏了。其实我拢让阮囝，我拢到尾我拢食一家尔，然后我拢食饭，我拢爱食迄个。对啊，那都不要吃，不懂得吃啦，不知啦，不懂得包。我讲那你要一鸭二吃还是要那个鸭肉？我就是只想吃肉啦。哦，那你啦，包括那你以前都喜欢吃那个饼皮包起来吗？我没兴趣啦，我现在就是只想要啃肉啦。一个煮熟煮下了啊。但是你都会小心心，引起吃不酸。真的哦。对啊。真的。这样好啊。这样我会增肥。咱有的说吃醋的，你吃那个青椒。啊，真的哦，我还没听过呢。有，你去查有，有的人针打完了会一直吃。啊，大家嘛神仙。他没有，一吃没酸，尤其是本来就到中国。对啊。吃不了。啊！我煮鸡甲烧着饭，着要食煮鸡汤啊！你看我今日菜打汤啊，咸啊，脆啊，啊，饭食饭咧，你无去吹啦。伊其实啊，伊个食量很大咧，只是拢心情无好，是家己克制，所以伊就是拢会变食较少。有啥物好克制的？伊讲我拢食嘛袂多。哎，无啊少啊，所以才会讲啥物八六八。你无看伊拢讲啥物？这样不会吃啊，现在不会说这个当时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他自己的这个饮料是很细啊，他喜欢那个散饮啊，已经嘛，他一个月领22K了，他每个月都一定要领一个月，要欠一万的，对啊，你领22K，你一个月要欠一万。班级非常保险啊，我知道，他自己如果说是欠一班好开，安尼嘛真好开安尼，一定哦，我你讲欠15000啦，我唔知啦，无啦，伊讲伊逐个月的迄个啥，逐个月广告尔，是啊，你看过在里面对吧？对啊，真细哦。工厂敢是遮，啊，不过毋是伫个车头边啊遐，迄店面咧卖，对无？迄嘛说伊共租人个迄个，啊，无咱买豆，买啊。然后伊就讲说，反正我现在啊，一个月就是一定要存10000块的哈。可是他有时候他如果会用到，他也是会花，哈。下一站。二水往集集县登客，请在二水站换车奥江李最翁景区段 OK， 请你脊椎长两枪，开一
层一水都是我的我的能力很少。他你那是不是帮他妈打一万的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今天你要吃什么，你跟我讲。他说我没有去领钱，他不要充给我生活费的。我说好，我那你去领吧。你有那钱，他放心那边钱。哦。其实我是感觉伊应该都是在于钱的问题。哦。他不是舍不得。也食量很大。对啊。拢逐工拢安尼枵啊，哩枵。枵啊，啊因为做迄个拢了贵啦，对啊。因为伊甲你无共，伊做老食，伊去食较少。啊，我拢会甲讲，当然也无偌济啊，而且我们平常没有乱买。像他昨天他那个鸭，安尼讲价讲价讲价，伊是食了了啊。对啊，我咪甲你讲，也是这样。啊，不过他有一点跟你不一样的是，因为他生下来生活就很困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是你是大人甲你骗骗的，所以你这方面花钱这方面你都袂卡啥，袂讲。美光阿华都无钱啊，因为那个就是从小的生活环境。阿姨你无讲，伊只细汉生落来就，呾饲迄个就安尼做安尼，啥物拢无啊多啊，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对，他食量比你大。我知啊，但是伊安尼，伊爱怪伊不好无效的啊，伊连个饭饭都袂放啊，我就是有这种无能的父母啊。你是讲吼？那有时候如果真的很烦躁起来的时候啊，你老公就有这种无能的父母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我嘛是跟他讲讲你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无能的，对啊。还是嫌麻烦啦，唔好搞自己嫌家咧，是变老爸。对啊，辛苦爸咧，我像我即摆我都穿较贵啊，我袂穿较早咧，我较早我人拢有当食，穿买只安尼啊，拢老人。我你讲你行路，我就甲咱讲，我即摆是来做辛苦，你知？我讲两三下有辛苦，伊就甲我讲，你也知道，你也辛苦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我现在，我现在花钱，好，不是说很浪费的，但是我每包，我就想吃这个东西，我就买来吃，我不会说哈，因为只我一个人吃啊，每天花多少，我早晚拿拿送，你食啥物有你买，啊你买买回来我食。所以我容易跟你一个开一百块。我这段角色有一点跟你对话的意思是，你对一家大家到时的钱，但我一喜欢就讲这么一点，可是他真正想吃的，他还是吃不到。对啊。然后到后面是变成他想要吃，问题是他好像有一点舍不得花。那我可以买给你吃没关系，我也可以吃，但是我就沾个一两块，我好像刚刚讲。我拿钱都不想，一张嘛，他们看你不吃吗？你不吃吗？因为我有在吃，其实我是有吃，但是我无讲刻意讲吃你才到安尼。你若有吃的话，你即马就去甲我请客。当然你袂爱先吃，我爸他跟他爸出去就这样，伊拢先加贵，伊拢先我家己先吃。啊，恁就是像边啊嘿，啊，我若了了，底下嘛无吃，无准能吃。用食的人拢较一千块，我讲一千块。我讲较早，我讲较早嘛呢，伊都厝的上细汉啊，人拢会留伊啊。所以较早你若尾也较大，我一过看啊，我你做人老爸安怎？哈，你那有你那钱，你那钱，你都要记得讲的，你不然呢，做歹势啊。我那有，无啦，你怎么都好吃啊？啊，过来，我把讲解了，伊过来。袂啊，伊就过来吼，伊惊啦，买伊想要食，伊就是买哪落来食，落买搁买好啊。我较早拢嘛大东，你哦，较早阿强阿奶炒菜啊，你两个是最细的一点。比如讲，啥弄啊？我说由吃的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，他都比较顾他自己。对啊，伊就拢伊无改。所以伊怎啊？你看我买一盘，一盘啊，其实你嘛都想袂起来，但是你唔敢讲。我老公在那边要吃鸭肉。你奈我爱，该分做三份啊嘞？我为什么要给他分两三份？那你三个呀，来一盘好吃啊。我就跟他讲。
婚，你只要结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六级了，然后我去买鸭，还有陈少斌，我问吴嘉芬，对他很犯贱，我带他去鸭宝，反正他去养不买。左侧开门，什么等你们讲的？这个时间都没完，不知道他当下的心态是怎么？一共啥？周一就是礼拜三那一天，今天礼拜五，礼拜三那一天，阿姑啊，阿公会有鸡嘛，所以他就说家里还有鸡，他只要买菜粉什么的好了。你是安尼甲我讲的，用的少唔免咯。我唔知，你问伊啊，我唔知。昨天那个鸡冷冷的吃哦，哎呦，可怜哦。对啊。啊，若要冷冷啊吃嘛，爱两点。